新闻继续从镜头说来，嘉义县要来看是嘉义县副县长郭宏明参加着嘉义县青年创业协会的会员大会的时阵，针对着就业、创业、工作、家庭各有劳动议题来提出着四个青年正确的主张。强调如果移动三未来将成立着跨局处的创业单一窗口，简化相关行政业务承办的流程，都是要来聘来着创业竞赛的奖金，每合创业投资的资金结合着各地的贷款。来扶持的青年创业的团队，希望会当借助来争取的青年选票的支持。嘉义县青年创业协会会员大会时，副县长郭宏明提出，青年创业上提出一二三，好创业，创好业，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单一服务窗口，资金资源相关资助，实现新创、微创、文创三种青创，未来也将成立跨局处创业单一窗口，简化相关行政业务的申请流程，便利创业竞赛奖金。每合创业投资资金，结合各地贷款，扶持青创团队，打造创客空间。我就是青年事务委员会跟青创的办公室都应该要去成立，用单一窗口去解决相关行政便利上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如何把资源跟资金能够给予比较多上的一些协助。主管就是讲你如果有好铁人，我们应该来做，绝对是透过那个创业竞赛的方式给予比较多场的奖金，让大家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比较大场的信心跟鼓励。第二个当然就是去把社会上能够接嫁接的资源能够进来，包括就是 B 组之间吼，别人也在合作，也是有法度摕到较好的资源，也是咱的人脉来源的资源。包括咱即摆含中正大学其实嘛拢有在做吼，除了育成中心之外，现在中正这边也一直在找相关好的提案，他们也是要把创投资金提进去。在青年就业和工作上提出提高就业率和满意度三法，包括强化联合工业区和企业集团信息，建立劳动群和媒合就业平台，在家庭和教育支持上提出减轻负担三大关怀，包括免费推动课后辅导，也就是社团活动，享受好家教，以及培养一人一才艺，以及推动托育、幼儿教育和托老强固融合，推行托幼加长照加就业三合一政策，老幼共托同乐。在青年劳动政策上，推动劳动两大保障，包括推动劳资双方法律上正式雇佣关系，落实雇主为劳工投保劳保，以及加强劳动检查加职场安全措施。新闻，张乃新，嘉义县采访报道。